把故事我们拍 MV 的时间很长很长啊，看着你那么有力量，我觉得我们工作必须有热情啊。好像这次我们合作这个有有有那个，对对对，太棒了！哎呦，我觉得啊，我们的粉丝听过我唱广东话的时候，哎呦，他们会我吓到我。哎，不会，坦白的说呢，你的广东话很正啊，真的啊，哦，把故事，把故事，他学到了那么好的马来文了。我们拍 MV 的时间很长很长啊，又跳又唱，对啊，但是呢辛苦没关系，对，出来的效果对非常好，对对，哎，我觉得跟你合作我学习了很多东西，没有没有，真的，因为今年我33岁吧，嗯，所以我发现因为当了妈妈很容易累，对啊，然后看着你那么有力量啊，那么有 energy， 然后我跟我自己说，哎，我真的不可以看得出来累，因为我只是对唱歌跳舞，演戏呢，就是有那种热情。我觉得我们工作必须有热情啊，如果我们做什么没有热情的话，有的时候不像机床，不像跟别人见面，但是天天晚上跟别人见面过，见面的时候你会学习很多东西，对啊。